奥沙利文，严炳涛是天生赢家，丁俊晖没有这种品质。奥沙利文说，赢家是天生的，你不能塑造或者研制他们，他们生来就是冠军，他是他们中的一个。要是丁拥有他的这种品质，可能现在已经拿三四个世界冠军了。这种信念不是球员们说的那种，我打得不错，我相信自己能赢。